Hi, my name is Kaimo and today we're gonna play Shang Shang. Hi, my name is Kaimo and today. Hi, my name is Kaimo. Jesus Christ.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A.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 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 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 30 摄影。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30， 就是电影系列最便宜的一台 APS-C。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 Sony 的 FX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这台 Sony 的 FX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这一台 Sony 的 FX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一下这一台 Sony 的 FX30.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 Sony 的 FX30 最便宜的 APS-C 电影系列的摄影机 Sony 电影系 Hi, my name is Kai Wong. Today I'm going to 分享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 Sony 的 FX30 最便宜的 APS-C 电影系列摄影机。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 Sony 的 FX30 最便宜的电影系列摄影机。 这台摄影机其实还蛮热销的，这台摄影机的价，这台摄影机的询问度其实蛮高的。这台 FX 30 的摄影，这台 FX 30 摄影机的，这台 FX 30 的询问度其实还蛮高的。那第一个，我觉得它的价钱很漂亮。 超级便宜，那你该有的拍电影用的一些功能，它都有，因为它原本设计就是一台摄影机，它不是给你拍照用的，所以只要注意一下。那这一台 FX30 FX30 询问度其实蛮高的。 那这一台 Sony FX30 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呢，它询问度其实蛮高的，那也出乎我的意料。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价格漂亮了，那价格第一什么东西询问度都会高很多。那第二个就是拍影片的需求大增啊，那这一台摄影机就是主要设计就是给你拍影片用，它不是给你拍照用，所以可能没有机械快门，那你需要注意一下。有吗？有没有机械快门？Another take，OK。
那这一台 FX30 它其实询问度蛮高，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它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亲民，一台拍电影的摄影机才。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其实询问度还蛮高的，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它价格非常非常漂亮，超级低啦，就是很赞。那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拍影片的需求大增，所以呢，便宜的摄影机功能就是。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呢，它的询问度其实蛮高的，也出乎我意料了。那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漂亮。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的拍影片需求大增啦，那所以大家都想要拍影片，大家都买摄影机，那这一台最便宜的，也当然价格便宜，就询问度比较高了。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它的询问度其实蛮高的，那也出乎。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它的询问度其实蛮高的，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漂亮，便宜的东西大家都想要嘛，就这么简单。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专为摄影拍影片用的，所以就是拍摄影片多的一些功能啊，深入拍电影用的功能，那就是在这个 Cinema Line FX 系列才会有的功能，这里都有。所以有便宜的价格，又有更多拍影片的功能。因为如果你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它其实询问度还蛮高的。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漂亮，便宜的东西大家都想要买，就这么简单。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拍影片的需求量大增啦，那所以便宜的摄影机也。那这台 Sony 的 FX30 其实它的询问度还蛮高的。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非常漂亮，很低的价格，很棒的摄影机，那当然大家都要了。那这一台 Sony 的 FX30 它的询问度其实还蛮高的。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便宜，那便宜的东西大家都要，所以询问度很高。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大家拍摄影片的需求量大增啦，那大家都要拍影片，那有专为拍影片设计的摄影机就非常吃香，所以多了很多拍摄影片的功能，在平常的相机没有办法办到的，这边的 Cinema Line FX 系列都有。好啦，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吧。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吧。OK， 盒子里面有一些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广告，然后还有一些广告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些广告，还有说明书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很多广告跟说明书。那盒子里面有一条 Type C 的 ，OK， 那盒子里面有附一条 Type C 的传输线。那盒子里面还有附一条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传输线。
那盒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那盒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国？那盒子里面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一个转接头。那盒子里面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转接头，还有附两颗电池。就那盒子里面有，那盒子里面有附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一个转接头，还有附两颗的摄影机电池，就直接两颗电池付给你了。那我觉得 Sony 也很近。那盒子里面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一个转接头，那里面还有附两颗的摄影机电池，所以盒子里面直接两颗电池付给你。那我觉得 Sony 还蛮尽力的，就是它已经就是有一个期限了，他们想要全部的包装都是可以回收环保的材质，那这些都是零塑胶的材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只是呢，哦，没有了，一颗电池，一颗充电器。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那盒子里面，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转接头，一个充电器的方块。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一个转接头，一个小小方块充电器，它超低瓦数，才7.5瓦，超级慢充的充电器，还有一颗巨无霸的 Sony 电池。哇，16.4瓦小时的 Sony 电池，哎，其实还蛮大的，那就感觉是蛮有分量的啦。哇塞，16.4瓦小时的电池，哎，其实是蛮有分量的。那我觉得 Sony 也很尽力耶。那 Sony，我觉得 Sony 这间公司还不错啊，它已经有。那我觉得 Sony 真的是还不错啊，他就很推这种环保的概念。那我记得他有在一个期限，好像是这几年吧，他要全部的删。那 Sony 真的是，那 Sony 这间公司其实还蛮尽力的，就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尽量。那 Sony 这间公司其实还蛮棒的，它这些所有的产品包装全部都是零塑的，就是没有塑胶，完全可以回收，所以这些。那产品这。那 Sony 这间公司呢，其实还蛮棒的，它就是这种环保材质啦。那 Sony 这间公司还蛮赞的，那 Sony 这间公司还蛮赞，它现在所有的包装、产品包装都改为这种环保的材质，就是零塑了，整个产品盒子里面完全是没有塑胶的，所以这些。那 Sony 这间公司其实还蛮棒的，像是它产品包装的这些包，那 Sony。Sony 这间公司其实还蛮棒的，就是它所有的产品的包装啊、盒子啊，全部都是纸或者是可以回收的材质，是零塑胶的整个包装，所以它已经推到整个产品系列，大部分的产品都已经是零塑胶的状态，真的是还蛮棒的。但是这摄影机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材质呢，它其实上面好多棉絮哦，就是整个都是满天的灰尘这样子，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纸屑这样子。对，就是小小缺点啊，但是环保优先。那 Sony 这间公司其实它所有的产品包装目前已经，那 Sony 这间公司其实还蛮棒的，它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非常大力推这种完全零塑胶的产品包装，所以里面的这些小小的包装全部都是这种可以回收的纸吗？还是什么木头、木浆吗？不知道，反正。很环保，但是呢，这些环保材质呢，它上面其实都有很多棉絮啊，就灰尘满天飞，然后上面的木屑啊，那个纸盒的屑屑都在上面，所以对这种精密的摄影机呢，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不知道。
OK 啦，这就是我们的 Sony 的 FX30， 哇哦，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哎。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的部分。OK， 那这是我们的 Sony 的 FX30 快速开箱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不讲废话，我们 OK， 那这就好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的摄影机的测试分享影片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跳进我们的 Sony FX30感光元件的测试部分。